明天我们拍歌的时候，我们好好想想想想点子，看怎么把它变得，我觉得燥一点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嗯，啊，我们这一组，我觉得咱们就燥一点。我用摇滚唱法唱吗？哦，好呀，太好了。陆哥还可以啊，陆哥。我愿为兰州，我爱你们。黄河都跟我燥起来。燥起来！乐队那个状态啊，跟个人或者是什么样完全不一样，还是很有力量。我高一的时候，刚上高一的时候就想跟我们班里的几个人成立一个乐队，完了几个人二话没说，先花小1000买了把吉他啊，完了去报了个班，学了第一天，学的是那个加州旅馆啊，加州旅馆。完了，第二天以后我们再也没摸过吉他。第一天起步稍微有点高，有点高。我们需要有一个表演嘛，就想在一个月之内赶紧能弹起来，速成一下，速成一下。完了，结果就被打击，放弃了，放弃了。